参加时事辩论会啊。上个月我在北京的一次聚会当中，当时一块儿吃饭喝酒聊天的有十个人。那么我注意了一下，这十个人当中呢，几乎所有人都是从美国、加拿大、日本回来的，但另有他们的国籍或者有他们的绿卡或者永居。像这样的这种聚会的场合或者这个在平时公务中接触的这些人呢，其实越来越多，就是海归的人才。那么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在过去30年来呢，中国因私或者因公出境旅游的这个大概有160万，那么回来的有了50万啊，就是相有1/3左右的这么一个数字已经回来了，相当不错了。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那么最近呢，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个叫做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显示出另外一个倾向，就中国呢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啊。这个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啊，这也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数据的显示，就是说在美国2009年获批的这个投资移民啊，就是您得花钱去移民的这个 EB5 类的签证总数呢，从2008年这个财年的1000多人猛增到了4218人，其中70%左右来自中国啊，投资额这个每个人是50万美金，也就是350万人民币。而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个移民输出国是加拿大，那么2009年的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5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超过半数，去加拿大移民要235万元啊，这么一个数额。那么加起来呢，也就是说几乎说每年呢大概有100亿的这样一个资金在外流啊。另外他们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说新贵阶层啊，这智慧有智慧又有钱的这么一些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辩题就是，这新一波的这个移民潮当中啊，会不会造成中国的人才两失？各位怎么看？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统计数字，就是一年大概是100亿左右，是吧？这个美国、加拿大平均就只是这两个国家。我看这个其实这个统计呢，可能还没包括香港，因为香港现在新加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香港是一国两制嘛，所以并没有把它包括到这个移居海外的这样一个东西。但事实上呢，因为正是一国两制，它的资金啊，或者它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这个出国的这些这护照啊等等这些呢，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还有一个补充的一个统计，就是香港在2008-2009年这两年，光是移民到投资移民，就是投资移民到香港的这个资金呢，大概将近90亿两这个统计数字。那么市里面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啊。我这里还有一个表呢，这个表呢就是近年来投资移民到香港的这些数字。投资移民到香港要多少呢？哎，对，屏幕看一下啊。对，您看到2008年最高是吧？2009年呢，现在还只是统计到这个9月份，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高峰啊。每年这个在递增。那么在这里面，美国是300多万人民币啊，加拿大是200多万人民币，有的更高一点。香港是650万的这个投资额，但是香港它有一个规定，它不能直接的就是这么跳到香港来，它必须通过第三国然后再到香港来。所以我想这个说明一点，确确实实这几年从内地移民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一些海外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个人，他的投资所带来的这个资金的外移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称之为第三次移民潮。而这第三次移民潮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跟过去不同的，就是把资金都带走了。这些人大部分还都是成功人士，这个确实是这次移民潮的一个特点。补充一下，这个所谓三次移民潮，第一次就是所谓那个上个世纪初的那个卖猪仔时代啊，最贫穷的一些中国人。第二次就是战乱的时代，就是二战时期，这是第三次了啊。二位怎么看这个？那个一鸣，你的最后结论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况，人才尽失，是不是这个结论？对，他们就把这个资金都带走了嘛。那就确确实实，因为移民过去的几次移民有一个不同的特点，这是富人、有钱人，他投资移民，他有一个一定的财富。资金带走了100亿，你觉得很恐慌，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消息？不光是这100亿，他也举了其他的一些的地区的例子。他就是说很负面的。对，就我觉得这个数据都是事实，我们不回避。但是这个事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更开放的一个举措。人才流动了，全世界都要流动。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流动吗？那就是可以自由进出，在人民币还
不能自由兑换的时候，资金就可以自由进出。然后这些资金自由进出的资金，其实在富裕起来的中国占的是很少部分。中国现在上亿这个富豪是50000多个，千万富翁是80几万，这是刚刚霍布斯调查的数据。那么相对于这些银行机构的存款现在是43万亿，民间的存款是10000亿，相对于这100亿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数字。反过来从国外流进中国大陆的资金远远是大于这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就看到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而是积极的。那你包括人才也是，像我们这些也可以说是大陆精英嘛，都跑到香港来，也没影响大陆这个发展。那个对大陆没有什么负面的那个，而且这种流动，而且就是现在你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把资金带出去了。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特点，两句话，一个是背井不离乡，第二句话是投资不挪窝。很多人去拿了外面身份，他的公司还在国内，所以对中国整个发展我觉得没有大的影响。嗯，我是这个观点。有什么对那个郭先生呢说的是一个事实，其实呢就确实存在着一些这个个人对外投资的增加，这个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同意季先生的观点，就是说这种现象呢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没有一个什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呢是有一个好的影响。现在怎么讲呢，就是现在这个个人对外的投资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等等的原因啊，就是个人的对外投资是受限制的。但是你从这个经济学理论来讲，因为是通投资组合的理论来讲，投资应该是分散化的投资，就是比较理想的投资应该是国际化的这个分散的投资，就各个国家的投资，有比如说你要有10套房子，你要都集中在北京，这是当然你短期内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收益，但从长期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长期的投资组合。要想有10个房子，因为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城市都有，这样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组合。买股票也是一样，不同的国家的股票都有，就是从个人的这种投资组合的角度来讲呢，这种国际化的分散化的投资呢是一个值得鼓励，而且从长远来讲呢是应该发展的方向。二位从那个其实从一些财政方面呢，我们再看从人才流失方面呢，其实我也有一些举证，你看一下。就是其实这6月份就公布了一个叫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其中就提到了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就是谈到了吸引啊这个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请一鸣兄也看一下，就是这也是今年的在《中评时报》上一篇文章，新一代海归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催化剂，他举了很多例子啊。那么除了刚才那个数据之外啊，海归派正在中国最高层决策层扮演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举个例子，16届中共中央委员中300多名成员中，海归占9人，啊，不候补海归占82%，甚至举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一级这干部啊，包括杨洁篪、陈竺啊、周小川以及刘明康等等，都是海归回来的。就说人才到底是在流失还是在回来，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探讨？我完全同意两位，就是我们的中国这个要资金要更加开放，或者是其他方面都要更加开放，包括人员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流动。但我讲的这一次的这个第三次的移民潮呢，这么一个特点，一个是过去是呀，我们看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一些学生去海外留学以后他不回来，现在这个情况是主动的，他直接要出国的办的就是移民投资移民的手术。这些人呢，我刚才讲的，他们把资金，他因为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把资金给带走了。我为什么要带走？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您刚才讲的，移民不挪窝是不是啊？他人移了，但是人还在国内做生意是吧？公司也还在，业务还在国内，确确实实是这个特点。那既然你想在国内赚钱，